这样就计时 OK 好，那个我是属猴，然后我们从第八次开始这个，然后话说出异常隔天，我们就想要说把学运有关他们所有的东西，就是以电子数位化的方式全部保存下来。那这些东西包括可能老师他们的那个街头异常街头开讲，然后或者是说。 还有 district 或者是相关的影音、相关的图文创作、宣传这些东西，对。然后过去4个月上，我们做了前端资料库，然后这是我们前端目前看起来的样子，有点阳春，但是就是努力中。然后资料库的 API 也做出来了，这样。那另外还有包括影音跟平面创作的授权。 然后再来就是很多的逐字稿，我们目前1000多小时的逐字稿。那目前真正就是整个做完的大概只有1-200个小时吧，我们还有800多个小时的逐字稿还没有完成。那可是因为逐字稿是一个很花时间跟心力的工程，所以常常就是人员来了，然后后来就有死掉的，人员来了又有死掉了，所以后来就变成逐字稿。对，那。 就对，但是就是想说，那上一次黑松的时候，上就是那时候跟那个政治现金的他们是连上线，然后想说，如果说把逐字稿变成大家一起来搞，那或许这是一个可行的方式。对，好，那但是这个状况有点复杂，因为可能一个影片可能都是6个小时或7个小时或8个小时，所以要先进行影片瘦身计划。 但是要把 YouTube 就是它的影片切成3分钟一段的软体，那输入网址之后，它的那个可能会跑出20个网址来。那为什么乘以20呢？因为一个小时有60分钟，然后除以3分钟的话，所以是20。对，那昨天晚上不小心完成了，但是这个是单机版，我们现在需要有人可以把单机版的，就是转成是。 线上版的部分可以让大家在线上一起来协作，对，然后之后资料会进到资料库，然后再来就是，要类似有像政治现金的东西，就是，上面会有个影音，然后下面会有一个空白的地方，那，影片会自动会进去之后，让大家可以在线上做打逐字稿的动作，然后存档进入资料库之后。 它会自动排序，那后面我们会真人纠错跟顺稿，对，然后再来就是我们也需要前端美化跟就是直觉化设计，让使用的人更方便。然后未来的计划就是继续不断的大家一起来打逐字稿，跟人工纠错还有顺稿，然后就是这样，然后希望大家一起来救救我们的逐字稿。报告完毕。好，好。